近日，本港銀行亦跟隨美國聯儲局減息，多間銀行陸續下調港元最優惠利率0.25厘，對樓市和中小企業有什麼影響？市民置業又有什麼要注意？今年香港电台运用 AI 科技制作杰出华人系列复刻版，被观众重温多位非凡人物的精彩故事，一起回顾经典。港台电视31凝聚香港。